旅游合作呀，是国家之间人民相互交往、增进友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。同时呢，到国外去旅游，也可以欣赏到不同的美景、风光，还可以去体会异国的风情。 所以，开展国际旅游合作呀，也是我们中方一直积极推动和倡导的合作领域。中泰两国之间在这方面可以说关系密切。在疫情之前，2019年中国来泰游客呀，曾经达到1000多万人。 可以说，泰国是中国游客出境游的首选之地。这不仅是因为泰国的自然风光美好，泰国人民友善好客，深受中国人民喜欢，同时也体现了中泰两国一家亲的这种特殊关系。这个3年多的疫情。 给两国的旅游交流带来一些影响，现在这个影响已经不复存在。大量的中国游客开始恢复来泰国旅游，今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300多万人，同时泰国的民众到中国去旅游的也越来越多。 这个我作为中国驻泰大使，在泰国工作生活，我能够切身感受到这里，对于外国游客他所具有的无限的魅力。所以我相信啊，这个中泰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关系会越来越密切。泰国。 对中国游客的魅力，如当年一样，仍然是中国游客出境游的首选之地。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泰国，也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泰国的游客到中国去。